各位观众，我哋下半场嘅节目咧就即将开始啦。首先我喺度介绍一下我哋今晚嘅音乐师傅先。喺音乐方面，我哋嘅音乐领导系卢廷锋师傅、扬琴王家恒师傅、中阮殷国荣师傅、息史王振声师傅、大阮周次佳师傅、三阮泰山师傅、萧宋益文师傅。在击乐方面，我们的击乐领导是余家龙师傅、下手廖直球师傅和下手麦家威师傅。我们的舞台监督周淑仪小姐。好有趣味性啊，我们的宣布我的音乐师傅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激乐在这里陪衬着。好了，我们下一支曲要介绍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《牡丹亭惊梦》，是由杨石渠所撰写的。我们是叫这支曲叫做《倚秋千》的，因为是第一句就是《倚秋千》这样的。都是讲到杜丽娘游园惊梦，在梦中邂逅柳梦回的故事的。这支曲呢，我们是请到诗乐曲艺社的社长叶慧芬老师，他是演唱和黄锦英导师两个是合唱的。那一阵间呢，是边个唱平喉边个唱子喉呢，那我在这里卖一个关子先。现在呢是有请叶慧芬老师和黄锦英导师。梦里。
是人落碧空，吹笑人逢，到我飘飘直上天空雨，悠然逐那下，闯错了步。看那芳草托一遮，百花斗丽艳，自笑书生独个春光渐。烟雨外，银杏白转，春芳劲，花姐柳艳。步上香街砌，又知见人在那花荫寂寞面，寄生手道太遥啊。却恨含贫未待遇，叫知更野人怜，曾未见，是那知我曾。底桃花迷路径，无心初入武陵园啊！我低声唤醒梦中人，有缘得会如花莲。小姐，秀才，我到花田里下是被疑差，你读圣贤之书，应知礼教，害素未生平，你胆敢偷入人家的内院？小姐。无心出就错怪幸运，我乘风而来，与落花飞碎，大抵冥冥中与小姐你有三生石上缘。Yeah.
有高行相逢，在花海边，难得一马亲芳泽，又哪怕玉thank you。
啊马啊单啊花枝，香啊玉啊人啊凤啊烟，又到人亦似春啊花圃，啊待你添妆啊鬓啊边，自有芳香啊满鬓啊边，可知花有才落物啊依恋，今宵与君来也短，他朝惹得恨怨天，小娇花不喜定就算，无负却难发得春桃源，忧愁抛开大兴双笑面，睇了落花飞翠莲云暗边，惜花怎可见，娇容娇容放镜楼有十里春风暖，秋彩落花飞，妙韵半天真人来莫含马鬓浓啊，睇你回眸醉那秋波月，在那人前玉殿也无言，轻柔绝望也白烟一枝苦才一樽烟，三生石上姻缘，姻缘何日偿我愿，诗生有错缘，方不值我云卷低落，同君素未谋面，婚姻可有良谋送托面，十年来闭一户未亏缘，日在花间奉献，应书生如光蝶，沉醉在牡丹月，我低首拜梅花，恨愧无限猜话，但知有灵犀，灵犀一马颠，小生柳梦啊梦，书香世代难求心上爱，依旧抱花眠啊，未想禅宫
鸡乖呀、啊，鸡。鸡饭太少，汤稀，难望着啊啊平，中啊啊啊啊啊西。哇！龙肉金马财，烧市去，成龙跨凤，想运啊端，葵玉手上天台。这花香送来，哎呀呀，你两条都心意啊啊啊啊上有蝴蝶边，玉罗莫太知知，啲人害怕锁眉尖，露眉弯须知，红花开，满月可春光，风和日暖天，艳含泪。小姐，这是琴声惊暗道，却因何一曲上元悭呢？莫上桑家，我有些害怕。小姐，你怕乜嘢？Oh, thank you.